腿都翻过来清洗。这还炒啊！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个火爆腿的话，这个是个营销硬菜哈，就类似于这个火爆肥肠，但是这个吃起来就更脆了，更爽，更嫩，更欢。再加入淀粉、白醋，用力的揉，然后面粉带着脏东西啊，反复这个流程三次啊，每次十分钟就可以了，就把它洗干净。再把这个圆兜兜划开，方便梳头，这里比较厚哈。再把腿儿都腌制一下，放点冒冒盐，少许料酒，红烧淀粉一把，左手搅拌均匀。腌制十分钟，配菜要准备大葱，细刀切，再切点青红椒圈圈，配菜自用。再切点姜蒜片，再切点泡椒，这个菜讲究一锅成菜啊，所有调料全部放在一起，豆瓣酱、花椒粒，配菜里面放点鸡精、盐巴一点点，香醋一点，水淀粉。大哥，点火要得开干，烧油，油温一定要高啊，油温一定要多哈，烧至九成油啊，下到腿儿肚。加点配菜，大火翻炒十几秒就可以哈，要得来起锅。俗话说，人多力不怪，油多不坏菜。这样一份营销王者火爆腿儿肚送给大家。就这个火爆腿儿肚，我厚几点皮问你们，我小红心女朋友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，娃娃请哦。要得很个。啥子腿儿肚？腿儿肚，也是脆的。跟肥肠是一样的，但是你要想嚼烂是嚼不烂的哈。嗯，是吧？比肥肠吃起来脆的。全部是鱼肚子，人肚子。腿肚。全部是啊。啊。估计吃了一点儿石头腿儿，非常的脆啊，肚。你看啥玩意儿？嗯。你要吃好点的。那个蛤蟆嚼不烂嘛，嚼不烂、啊，那肥肠是有道理。还有牛蛙肚，其实比如海鲜一样。嗯，那个就肯定叫那种。一样的叫，还不面的。面的没那么凶的。牛蛙呢，舌头下边不是有个肚子啊？这儿什么有脂肪的？再过来炒起来好吃。正宗的这种做法还加孜然是吧？现在孜然贵得很，不需要加哈。这个我就喜欢炖儿。啊啊。卤肚。啊。卤肚都没人爱。还有内江应该炖儿。这儿炖的没好肉，那儿两个是炒炒味的，这儿都是饲料。啊。这儿不是，都不是的。啊，那人家是炒手艺。嗯，我们自己屋里面喂的差不多就炒出来，炒得慢了嘛。二块了。啊？是三个油。啊，长大了就。没长。那跟鸭子差不多啊。嗯。鸭子差不多三个月长大。他说鸭子喂了三个油，两个多的油。不行啊。嗯，都是喂食。来，我整一个，整一小啊。我还是肥了，还是。这个好吃的啊，这个脆一点，嗯，非常那么脆啊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，给我先放上去，请关注我们，我大明，我小郭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。